能不能带我们一个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个汤真难喝。拿走，把我脸显太大了。他们怎么不问问题呀、啊？其实平时我上台之前都是不吃饭的。结果呢？但今天确实是有点太饿了，我怕再晕倒。这个 log 出的时候是从你嘴出来的。我的屁股。那还有。要吃啥了？这是啥？好喝吗？这个？平安夜快乐！拜拜，平安夜，大家平安。